干啥的？妈啊，他可厉害了，我的妈！哎呦，干，他是干物业的。厉害了，我的姐夫哥。什么呀？一个干物业的，你就是干物业的你。哎呀，妈啊，看这俩啊，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，我给他管上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。你这，哎，三个4S店老板，三个快餐店老板，带上两个小老板，飞机。哎呀，我的，税务局、工商局、文化局、教育局四个副处职的公务员，炸弹。就这你就能炸死我了？看着，哎，外企公司的老板，看见没？大猫、博士后、小猫、火箭。你还是在这斗地主呢？就是，你说你们跟这瞎操啥呀？我自个儿的事不用你们管。哎，回来！就让你去拿，我也把你追回来。这还气人不？你说。您别着急，让他去吧。啊，咱们今天呀，就是进行试探性的进攻，先炸他一下，嗯，啊，让他警醒。然后呢，说不定他这个小心情啊就有波澜了，对吧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我觉得呀，妈，小米粒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？啊！你说这孩子他也不跟咱说呀。是他小米粒。去，去一边叫去。小鸟也欺负我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哥。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，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。你给我转告他啊，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。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，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，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3天。你给我转告他啊，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，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。二姑父，跟谁唠嗑呢？鸟。哎呀，真厉害呀，都会鸟语了。洗身澡呢，干啥呀？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晨练的吗？啊，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？那是夜练。小伙子，决定了锻炼身体，就要持之以恒。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。是啊，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。哎，二姑父，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？我那是黄昏练。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？行行行行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，晨练、夜练、黄昏练，千锤百炼，你真是千练呢。抱你王小倩啊，我可是3天没睡好觉了，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。你咋的？这要练练是咋的？我服了，行不行？这大岁数怎么还闹叫了你？我走啊！站住！啊！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油条。油条？啊！油条？油条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二姑父，你是不是困懵了？油条，东北叫大果子。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啊！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，好吃不？我还没吃呢，等我吃完告诉你呗。你给我留3根，我尝尝。二姑父，哎，那你不尝饱了吗？一共就3根。二姑父，你听我说啊，叫少的人呢，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，油大它糊嘴。王倩，你给我留1根，王倩。行，王小倩啊，以后别往我家跑。我跟你说，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。饿死我了，不想了，睡觉。烦死我。老伴儿。哎。就是车里的。家里没人。顺风。
走啊。哟，爸妈，哎，你俩咋来了呢？看你来了呗。啊，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，回家吃饭。不是爸呀，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。孩子，哎，往这儿带干啥呀？回家吃多热乎。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在家？哎，那你提我没有啊？提了。二米粒咋说呀？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。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？估计是不想啊。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。把饭吃了。你咋不说实话呢？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，那叫不想。哎呀我，你知道我要说啥呀？你说啥？咱实话实说呀，孩子想他爸呀。你是掉蛤蟆坑里的是咋的呀？啊，昨天晚上练没练呢？蓉儿，练歌不重要，关键是我向你保证，咱们公司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最棒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最强。哇哇哇哇哇！好，好，好，好什么好？好什么好？怎么好？这不准备要射我呢吗？拿我当标了吗？不是，真好，真好，我都没看够。你看看，小娟儿，行行行，别说了啊！你哎呀，奖励说好就好，来奖励大豆油。哎呦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要吃就吃富宏大豆油。来喽！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胡大爷，胡大爷啊，胡大爷。那个雕都送桶豆油了，我这小燕子送我啥呀？你那小燕子被雕给吃了，所以呢，你奖励你一瓶矿泉水。那也行，哎、太好了，这回接了。哎，老钱呐，别着急，还有小米粒呢。啊，对对对，黄阿姨，我跟笨笨也为你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舞蹈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祝黄阿姨生日快乐！快乐。没什么关系，我想说的是，阿米啊，等活动结束之后领完小券去一趟医院，你看这浑身上下抽的都是淋子，头疼也是。我给你按一下就好了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不用给他按呐，谁脑袋插泥里都疼。干啥呢？他这，哎呦我，咋的了？我现在头疼。啊，没事没事吧？嗯。啊，往后讲讲吧。后来呢？讲完了。没有。后来。再后来，对，后来。嗯。后来我讲到哪儿了？啊，那个讲到吐了一条泥鳅鱼。对，当时啊，我吐一条泥鳅，我说我吐什么泥鳅鱼呢？笨笨，你别说话。好，我。嗯，我听当事人讲呢。后来。都是毒烟他笨笨，你看你就你瞎插话吧，他都忘了，你讲吧。不讲啊，不让我说话吗？现在可以说了，你讲来，你讲。后来小点，那我讲了，讲你就讲我就认那段儿。情况万般险恶啊！后面就该上岸了，我啊对对对对，后面那个小脸就一手拉一个就上岸了。小脸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真的好伟大，你真的好帅。哎，小脸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？特别有，太棒了。小脸，哎，不对呀，笨笨，于小脸一下水救人，你衣服咋湿的？嗯对啊，我下去救的人，你衣服咋湿了呢？来吧，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啊，是这样啊，
我背小脸回来的，小脸全身湿了，我这不全身不也湿了吗？合理不？合理。不合理，你背上你后背应该是，你前面咋湿的？来，请继续合理。这是这样啊！哎呀，我这个背小脸啊，就是太累了，就是背着回来，我就发现呢，这好像是背不动了，然后我就先换个面吧，就给抱回来了。合理呀、啊？不合理！你俩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莫名其妙的。田经理，是有啥事骗我？田经理。文姐，哎呦，客气，哎呀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，应该的。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啊！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，儿子，快点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小脸叔叔。哎呀，看着，谢谢我。等会儿，孩子，我问问你，到底谁救的你啊？是这样的，哎，咪咪，你看这儿看特清楚，你看。当时啊，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，就他们救的，你看多清楚啊，这视频。儿子，你看看，于小雅，这个孩子拍背的是笨笨吧？对呀、啊。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？对呀、啊。但是，我不仅吐泥，我还吐鱼了呢。你小雅叔叔，你吐的鱼我都给你养起来了。小俩，怎么回事？你不说你救的人吗？你给我个解释，你也合理一下。这个视频的我当他孩子说呀，还完我说呀说呀，我错了，我错的事是今天有黄总今天骗你。哎呀，这么说吧，那个是我们田经理救的孩子，不仅救了孩子，还把我给救上岸了。于小雅，万万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。不是，咪咪，你误会他了。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就是小雅。嗯，他不会游泳，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孩子。他的这份举动，这个精神，不值得大家感谢吗？小雅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我呀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啊！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得帮帮我了。哎呀，东东啊，我这不都带你到物业来了吗？这事儿我肯定给你管到底，放心。哎呀，哎，钱总啊，啊，你看啊，以前咱们小区的人就说你这个人吧，啊，长得有点歪，但是通过今天这个事儿，我才知道啊，你这个人呢，还是非常的正啊，特别的善良，有爱心，乐于助人。还扫关注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你这挪，下雨了。那这下什么雨了？你来，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？我一个礼拜没睡好觉了。一个礼拜没睡觉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受不了啊！啊，所以我才拿这玩意儿砰砰锤自己嘛，就指着它提神呢。这玩意儿能提神吗？那你试试。咦，好，是不是感觉特别好？哎，这东西不错。那哥，你看我这事儿，你这事儿我跟你说了没问题。赵刚子是我大姐夫，物业经理，这点事儿肯定给你处理了。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你拿走，我那么困。峰哥呀、啊，哎，这个小木锤就送给你了啊！我这身你真得帮我上。放心，赵刚子，赵刚子，哎，来，我，哎呀，我这正忙着呢啊，我可没工夫。回来，忙什么忙？干啥？瞎忙。小区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东东，跟他说。哎呀，东东啊，赵经理啊，你来了。啊、好，来，坐啊，怎么回事？赵经理啊，是这么个事儿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个礼拜都没睡好觉了，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。哎，他真是瘦了，东东、啊，你不能再瘦了，你瘦下去很危险啊。可不是吗？啊，关键是我一个礼拜不睡觉，天天晚上熬夜呀、啊，一熬夜我白天我腰都疼。哎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睡呢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这个我们家楼上吧，他住了个贝多芬呢，一到晚上7:30呢，他就开始弹钢琴呢，
你说他要弹个小夜曲吧，咱也就忍了。啊，关键他弹的是狂想曲，噔噔汤，噔噔汤。哎，这像弹棉花，不光是弹，弹完就挠挠的唱啊，唱完他就痛快了。我们全小区的人呢，全都反胃了，那东西从胃里到嗓子眼儿的卡着呢。我知道他说的谁了啊！他楼上住的是那个搞音乐的张老师。张老师，就他。你上去跟张老师说一说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老姑娘啊，哎呀，老姑娘啊！哎呀，妈妈妈，咋的了？你哭啥呀？啊，说话呀！爸，你看欺负我妈了？打你下生到今天，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？你这屈死我了，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。二驴子干啥呀？是你又惹妈生气了？谁到哪个小瘪犊子惹咱妈生气了？你说啥呢？我说咱妈偏心眼儿，偏心眼儿，护犊子。妈，你别哭了，你跟我说你咋的了。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啥小米粥？别哭了妈，我寻咋的了呢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，都下冒烟了啊。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。是吗？哎呀妈，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，妈都快没我腰了。哎呀，老了车了，倒着吧，嘎就灭火了。哎，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，啊，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，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。嗯，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？就是，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。哎呀，妈，看着没，看着没，谁养这姑娘像谁？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。是，来推车了啊。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，后来驴死了，他不推哪行啊？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。这孩子完了，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，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。哎呀，这点像我，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，扶人过马路啥的。拉倒吧，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着冷着的，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，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，结果把孩子生家了。哎，省不少医疗费。你家狗那是唠嗑啊？啊，唠嗑人家都小点声啊，有这么大嗓门的吗？哎呀，你等会儿听着啊，都听着啊。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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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这是个歌唱家呀，这是个。那个，二胡，咱这么说，好玩不？好玩。当然稀罕不？稀罕。一会儿就给你报了。不要。为啥呀？你怎么养不好？养不起。好养活啊，嗯，在家里边从来不拉屎。对，都拉我们家门口了。在家里边从来不撒尿。对，都尿我车轱辘上了。从来不咬东西。对对对，不咬不咬不咬。来来来，媳妇哥，来，你把这肘子拿回去啊，看你家狗咬不咬啊。我对你家狗挺好的，你跟他说一声啊，这肘子一只给他，一只给我老婆。别老提这事儿，这属于人狗平分呗。啊，那个谢谢啊。啊，走吧，一定让狗吃了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，你把狗喂饱，它叫的不得更欢呐？这一宿不用睡了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记住一句名言，你老公比狗聪明。没看出来。我在那肘子里放安眠药了。你给狗吃安眠药？我都吃一把了，它吃一片怎么的？不行啊！天哪，这狗它有好没呀？你听，停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，行了行了，静了啊，行了，大家伙快睡觉去吧。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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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再不睡我就疯了。哎，睡觉了啊！哎呀，大家都睡。哎呀，我废了他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受不了了！叫你我太忙叨人了，闹心呐！
反正你俩也不困，我在你家趴会儿啊。哎，谁给倒杯水呀、啊？我，你坐着啊，坐着。哎呀，大姨，哎，包包子呢？啊，啥馅的？素馅的。哎呀，对你吃吧你啊没呢，我就想吃口素的。哎呀，太理解了，是钱顺风的朋友都是咱家的客人。哎，大姨，快把这蒸上，蒸上。好嘞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大姨，不好意思。没说的，没事没事，不算麻烦，就到自己家一样啊。哎，我也切个苹果呗。哎，好啊。你这几个月了？九个半月了。妈呀，那不要生了吗？可不，就这两天了。多好啊，我也一直想要。可是钱顺风吧，他老是忙。你这男孩女孩啊？上次做检查，顺风跟我说是个女孩。女孩好啊，我跟你说，女孩就是妈妈的小棉袄啊。你看我妈多幸福，三件大棉袄。大冬天我跟你说热都直冒汗。而且我妈还说了，不管俺们几个呀给她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她都稀罕。哎呀，可是我老公啊，天天也不知道咋的，回家就困，倒那家就跟死猪似的，瞅都不瞅我一眼。妈呀，你可别那么说他，在我那可不那样。嗯，不这眼珠子盯着我，就怕我出点啥事儿。谁知道他天天忙啥？你说那能忙啥呀？工资那点事儿呗，天天喝酒。那你咋不劝劝他呢？对身体不好啊，可关键是回家吐，吐完我还得给收拾啊。妈呀，喝酒喝的可难受了。我说你在我这吐完了再回去，不的，就在那装坚强，要脸儿，就是要脸儿。下次你就到了，吐完再回来。行，下次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说大晚上晃晃悠悠回家，多让你担心。损玩意儿，我跟他说好几回了，就是不听。你说多让人担心呢，让你费心了。我挺担心你的，二姐。怎么的呢？你跟他俩唠啥呢你啊？我不就跟他说我跟你二姐夫一直没要上孩子吗？你看人怀的。我怎么觉得我这嗓子眼有点堵的哈？那个小米，你给姐倒杯水去。哎，喝我的呗。那个中了，这个东西你自己留着喝吧，有些事儿不能共用。那个我刚才树别哪儿了？那啥，你仨给我三个数啊，我兄弟能别回来。一二三，别不回来，你谁呀？朋友啊，普通朋友吗？他跟我老公关系挺好的。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是不？以前是，但是后来因为我呀，也经常吵架。小美丽，快扶你嫂子啊！不是大美丽，把你弟妹儿媳妇啊！哎呀，不是，快，跟姨是上屋里歇会儿去啊！这身板得歇着。哎，大姨啊，他咋的了？没咋地，没咋地啊！大姨，哎，包子好了，别忘掉我。放心吧，包子一半会儿好不了了。哎，那为啥呀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快点，小心一会儿驴踢你啊！你踢我干啥呀？你别说话了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二米啊。你先别难过啊，咱俩那个分析分析，这里像不像是个误会？不用分析，大姐，这要是我大姐夫，不用像，他就是个误会。对呀，他现在是钱顺风。对呀，这个损种，竟敢跟我俩玩红杏出墙！你等他今年回来去，我要不把脚踢到膀子眼里，我算他扁桃体长得结实。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啊，首付那20万不是你付的吗？我付的，是吧？现在刚才中奖中了20万啊，我让他把这奖金20万送给你，好，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啊就不是你了。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，你能挺身而出，拿出20万交首付，你是条汉子啊，你酷啊，你霸道啊。但是那时候呢，咱们刚子。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啊、哦！现在不一样了啊、哦！刚才有钱了，他火了，他有听了，马上就又发财了。啊、从今以后，在这个家里，记住了啊，我是你岳父，岳父，他是你首富。
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嗯，就是说我这回我上听了，对吧？我一把我就胡了20万，对吧？以后我就是首富了。街坊邻居们，俺们家从今天开始，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？哎呦，我的小心脏！哎，我跟你说，顺风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难受呢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后边还有难受的。你说，你记住，你不是什么黄鹂鸟，我是，你就是一只小小鸟，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怎么也飞不高。这个天，你嗓子还挺好。好，不是大姐夫，哎。那行吧，那个20万你快给我，我现在正需要20万，我到处借呢，借不着。不是这个是这样啊，当初你是首富的时候，对呀、啊，你往外掏钱的时候，这么痛快过吗？没有，挺痛快的呀。我不是，是不是有个程序？他每次都有个程序。哎，你按程序走。好，行，大姐夫来、哎，你快坐下，你坐啊。哎呀，你干啥、哎？按程序走啊。哎、大姐夫你好。哎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给你捏捏。哎呀，你捏我呀，还是掐我呀？我这不给你按摩吗？这按摩太难受，别人受不了啊。你这样吧，啊、我这鞋有点脏了，我给你擦。哎呀，什么了不起的？快点！还有鞋油啊！还有鞋油，行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往哪抹？我这袜子，你看你给我抹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擦鞋吗？这不是擦鞋，你也不能往袜子上抹呀！你这怎么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你把这点鞋油，你得弄到鞋上。来，我这袜子上。哎呀，这行了吧？来，哎呀，这擦个鞋还。哎呀，我伺候你。